各位钓友大家好，我们熊猫佬最新到货的敲底竿啊 ，Deep Game BB 版本的。那我们这支近200号八尺长的，然后因为这支啊，因为我看它的千负荷比较大，我们这里西海岸敲底，像杰鹏老大的啊，它那种风车班这支就很适合，因为它有八尺长。然后它的铅啊，它的极限啊，它写400号，哦，可以挂到2斤半。那我们等下也会实测一下，挂1斤跟2斤的。然后这一支啊，哦，它的基座都是强力基座，它这支座比较短把一点，好，我们有时候加在船杆架上啊，比较不会撞到我们自己身体。好，两本计设计，我们直接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吊铅看看，看它的挂的呈现的弧度是怎么样。这是1斤的铅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试看看2斤的。这2斤的弧度哦，比都还有，而且绝对不会过窄。OK， 然后因为现在日币比较便宜啊，哦，这一支只要3000多块，非常便宜。我到货就走一把，那有要的可以赶快来。OK。